手里的时候取掉两个导弹，手里了以后取掉导弹。怎么还不停机？锻炼比例调了多少？这是完以后，保育有一个最大值，这里是最大值。最大值你点菜单键，点菜单键，这里查询结果，再打印这里，对应的打印 F4， 打印，这是测试结果，可以翻。按对应的按打印键，打印结果。我现在可以打印了。这打印结果你那个不好是大一点。还有很大吗？这个太小了吧。大就很浪费纸，很浪费纸吗？上一次那个破裂机的那个刻不着太小了。这是结果。它这个一般变压的话，一般测到什么时候就没测了。